还三个吗？随便的。哦，叫蚊子。我来试一下。你要戴帽子，要不？我不知道，我先洗头。用肩膀。用肩膀。啊，肩膀。低头下去啊！啊，走走走走走。搞不定。怎么弄？这样子。然后。我就走了。就这样子，那放下来给我，真的这样直接放下来不好。你先，你背一下看看，行不行？这样可以，别搞上一点了，不然我太矮了，等一下胳膊碰到下面。你蹲下去一点不行啊？你蹲，啊。哦，可以了。行不行？可以了。要抬还是背？背。多少块一共？55块。55，一次两次要20多次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走前面。哎呀，我走前面，你走后面。走后面，走后面容易弹，对不对？我看不到路。那你走去。走了，下次。只看我中间的空间，你应该要打到一根，那你要中间哪一根？你看我两块我五根，你要三根用，又看我的螺链子长个，螺链子长个，两块我五根。我这个是老铁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妹。这两天我们这里天晴了，然后这个场地又开始开工了。这两天都在赶工，然后叫了几个师傅来帮忙。他们现在刚收工，这个时候收工有点晚了，现在是7点钟，这里天还没有黑。我在后面捡一下东西，也准备回去了。为了赶工必须争分夺秒啊，因为天气预报好像说星期一又下雨了，所以我跟小哥得赶紧做。今天两人搬了一天的水泥瓦，累呀，没办法，这里不通路，只能两个人慢慢搬了。收工回去了，朋友们，你们这个时候可能都吃饭了，我都还在山上。哎，太难了，我也得赶紧回去了，拜拜。